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你问题怎么这么多？嘿嘿，今晚可以申请修炼吗？啊，这太早了，不过也不是不行。英雄，你要好好努力。我只是开玩笑的。来吧。木子，妈妈说要先从牵手开始，英雄还可以牵0.5秒哦。虽然李木子总是说修真界是如何黑暗冰冷，可是他的手却异常温暖。灵力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不开神识的话确实有点大海捞针呢，不过这可难不倒我啊！妩媚术，搞定！这张照片已经被施加了妩媚术，我的妩媚术已经达到了小成境，修为不如我的人，看到这张照片根本就把持不住，只要出现在我5米之内，我就能发现修真者的存在，虽然很麻烦，但却可以保证万无一失。来吧，让我们来一场死亡约会吧。奇怪，这不可能，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里，我已经跟这所学校大部分男人都约会过了，有点紧张，却一个修真者都没发现。难道他对我的妩媚术有抵抗力？我特别喜欢你。不可能，明天师尊说他只有筑基初期，去见见我妈妈吧。我可是筑基后期啊。如月，难道可以？他不喜欢女人，也就是说，是你吗？那一对道侣其实是两个男人，不能半途而废，剩下的都搜完再说。哟，哥们儿，我这有新款手机，你看看不？不用。我这都用了十几年了，有感情了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用诺基亚呀？换一个吧。不用，我这手机也没啥毛病，我也就打个电话发个短信。哎呀，主要是穷啊。短信早就过时了，现在流行某信。某信能发照片，能打视频，还有附近的人朋友圈点赞，堪称快速交友之利器呀。还有这种软件？今天跟你有缘，当当，企鹅六 plus 高端大气上档次，跳楼金报价只要998，怎么样，兄弟？这可是友情骨折价哦。好贵啊，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。不过这个手机确实该换了。哼，今天真不错，又忽悠到一个傻子。太好了，我也有智能手机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某信吗？哇，彩色屏幕，果然不一样。哎，月儿，这是谁啊？这是，她好漂亮啊，好想，好想和她约会啊。今天给英雄买了好多件衣服。咦，英雄？哎，英雄，你去哪儿？不是说好一起吃饭吗？你自己去吃吧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哼，居然还有比跟我吃饭更重要的事情。哼，我好像闻到了出轨的味道呢。你是月儿吧？果然和照片一样漂亮呢。对呀，人家可是等了你好久呢。终于找到了。接下来绝灵禁制开，绝灵禁制可以阻挡神识的探入和灵力的外泄，在禁制内使用法术不会被其他修真者发现。下面让我们开始做点正事吧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。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
看我仗剑多事，成就最强神王。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金戈铁马战不休，纵横疆场数风流。各位兄弟，今日定要扫天窝贼。邪鬼正面刚，斗剑父抢夫君，修夫在下宦官，从勾心斗角步步试探，到强强联手收服人心，权谋欲望之下隐藏着刻骨柔情。幻飞天下正在热播，史上第一祖师爷，我麾下弟子出手，谁与争锋？乖徒儿们快到为师碗里来。指点掠过天边，惊雷追后面，谁在天地之间恨神天发间，欲去更高之巅，却坠落遗憾，让缘一吻定千年。凡尘却的你相见，你的时针开始旋转，我是天旋，在这黑暗森林中乱战，世事难周全。